我是陈立 ，YVR International Realty 温哥华国际地产，您的专属温哥华地产经纪。今天要带你看一套设计师全新建筑，在温哥华东区的独立屋，3尺高的高顶，然后我们上面做的这个木头的装饰，意大利的进口灯，最漂亮的是这个房子这一面好大的窗户。那二楼一进来呢，就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家庭活动的区域，后就到我们的静态区域了。这边进来是第一间睡房，朝南，阳光特别的好。在这边还有一个 Julia Balcony， 一个小阳台，在 BC 省获奖的主人浴室。天窗关上以后呢，它的光线会特别的暗，可以作为一个影音室。如果打开的话呢，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个睡房，然后还有这个洗手间。这个顶层空气特别的好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背后，房子的背后我们还有一个 Lingway House。这个 Lingway House 呢 ，Airbnb 的这个出租大概收入可以在4000块。第五层是这个房子的最顶层，同时也是这整一个社区的最顶层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更多的房源请联系我，谢谢。